目前就是这个竞技状态了。你觉得目前就是这竞技状态是吗？你早上预计本来是有多少？我没有看，虽然四十八秒五，差不多就这个水平吧。现在，对，为什么？是不是到这边还不太适应？没有没有，现在就是目前这个竞技水平啊。这个奥运会这个单项第一枪这感觉跟你之前想象的一样吗？应该说准备蛮充分了吧，这次，然后自己确实上午在自己成绩范围之内吧，四八秒五。你这两天胃怎么样？你不是前一阵儿挺难受的？你不是前一阵儿挺难受的吗？这两天胃怎么样？没有没有，都一切挺正常，这都挺正常的。对。那如果能进半决赛的话，怎么游？继续努力吧。自己挺开心的，八秒五这成绩。